来看第一题，来，风声大中小。啊，讲快这样子哦。来，风声大中小。好，声。好，我们蓝色的小盒子一个可以变成一千个小豆豆，所以这个是乘法。好，八千，这题都对。好，来，毫升是小，风声是中。我们一颗小豆豆不可能变成很多颗四方形的方盒子，所以这题就是相反的，是除，做除法。所以呢，除以一千就是后面要去掉三个零。答案是32，风声，错的举手。Yes sir。好，来看第三题，二风声。二公升90毫升，就全部化为毫升。这边已经有90了，这里不要动。这边把两公升也化成毫公升，中公升变毫升，怎么样？从你一千变成2000，所以两公升这里是2000毫升，这里就加起来是2090。很多人错，这边可以变成2900。哦，不是900，这边明明写90，所以这里是90，加上2000，2090。好，来，一样，毫升是，念给我听，小，公升是小，好，所以一颗小的不可能变成很多颗大一点的哈，一定是除法，对不对？对，你要看除法，这边是做除法。好，来往左边移三位，因为是除以一千，所以如果有小数点，我们把它假设为小数点在这里。往左边移三位，好，来一、二、三点下去，在这里5.003。可是题目要公升和毫升，所以这个。所以这个毫升三就是写到这里来，三毫升。那这边有五，表示是5000毫升，毫升变公升是做除法，所以三个零对三个零化掉，这里是5公升。有没有人听起来觉得有疑问？没有，没有。那我有机会再考哈，这个整个单元完了再考，这样不会我是非常的不放心。好，这里立方公分大中小，小，立方公尺大。好，这里是从小到中哦，小到大，哪里是中？中比较大了。哦，那什么时候在这一刻跟你讲公理呀？这一刻的两个已经单位就是立方公尺和立方公分。好，这里是两大段，你还记得吗？两段是100万，但是这颗小东西会变成很多大东西吗？不是，这个数量立方公分变成立方公尺，会变成很多的立方公尺吗？不会，它所以它是做除法，它会变的数量比较少。所以它是除以100万，六个零去掉，1、2、3、4、5、6，刚好六个零全部去掉，答案是1立方公尺。也就是说，很多的小单位合起来变成一个大单位，小到大是做除法。来，立方公尺给我大中小。立方公分。
一个这个可以等于一千个我们这个盒子公升，一个会变一千个，所以它是乘一千。好，来，小朋友在这里都给我答案多了一个点，好可怜，他们都多一个点。我们来看看，乘以一千往小数点往右移几位？三位。三位。好，我们本来在这里嘛，来跳过来，一位，两位，三位，小数点跑到三位后，所以是三五六零零。有没有一位？没有，我什么都没有，每个都考一百呢。好像没有哎。好，来，立方公分是角，角公比是大，一百万是乘还是除？乘还除？有人讲乘，就大家都是讲乘。这里一个小豆豆会等于很多个大箱子吗？不会呀，不会。不会，应该是很多个小豆豆，一百万个小豆豆，它会等于一个大箱子。这么大的数目会变少，所以是要除法，所以你一定要把除法还是乘法要搞清楚。这一题会除一，后面有六个零。